近日 ，TWICE 时隔两年半，在韩国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体育竞技场举行了 TWICE 第四次世界巡演 TWICE World Tour 3的演出。除了成员定妍因为健康原因不参加外，其余八名成员都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其中 ，TWICE 和 ONCE 之间双箭头的爱与心意，让人感觉温暖。当天的演出以英文单曲 The Feels 拉开帷幕，身着华丽红色服装登上舞台的 TWICE 连续表演了迷你八级主打歌 Feel Special、 正规二级收录曲 Up and More 三首歌，与主打歌相符的演出也由第一部 ONCE、 第二部 TWICE、 第三部 Heart 构成。对此 TWICE 表示，第一部表达了 ONCE 给我们的爱，第二部包含了我们对 ONCE 的心意，第三部则是充满活力的 TWICE 牌爱情歌曲。除演唱会圆满成功外 ，TWICE 正规三级《爱的公式》在2022年1月1日的 Billboard 200排行榜上也成功逆袭了，获得了第36位。《爱的公式》发行后，预售量突破70万张。据唱片统计网站 H 数据，该专辑初动销量达到了318840张。该专辑第一次进入榜单，排在第三位，第二周第16位，第三周第26位，第四周第66位，第五周第84位。TWICE 凭借这张专辑连续6周保持了 Billboard 200排行榜，本周比前一周上升了48位。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